三姐，你看，你告诉我刚刚跟你一起走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里，我很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。别激动，慢慢说。三姐，你别墨迹，你赶紧告诉我，他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好像是威武霸气型。威武霸气？啊！嘿，嚯，嘿！人家喜欢的是威武霸气，神经病。瑞瑞，就你呢？求求你了，来，或者我可没喜欢。谁说我没喜欢？不就是威武霸气吗？威武霸气，威武霸气，威武霸气。大姐，干啥呢？哦，精神小伙。大姐，你这样涂口红不对。精神小伙，这样就对了。三姐，你在吃啥呢？精神小伙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弟弟，你看我不理你了。好了，三姐，知道你是个小吃货，那告诉你个大吃特吃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打开支付宝搜索骑士卡，就能免费领取一张。零食啊，叫外卖都低至50%，连加油都能打85%，好多优惠特权。你看看。三姐，你干嘛呢？这些零食都要你的钱，完了。对对对。哇，外面真的冷。大姐，你只喜欢三姐，冤枉啊，两位姐姐，我喜欢三姐是真的，毕竟三姐那么可爱，但我对大姐是打心里尊敬的，她一把屎一把尿，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。反正你二姐我肯定是敬畏的，我不得还靠你罩着吗？确定你没说谎？我发誓，我若说谎，让这灯马上熄灭。我没说谎啊。我去，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这位好声啊，这位姐姐们，大姐，我是谁？你别小屁孩，送那么高干嘛呢？赶紧下来，多危险！好嘞，知道了。哎，再看看三姐他们的反应。三姐，我是谁？哪个小混蛋？送那么高了不起啊！我是谁？徐月。哎，二姐没有问。二姐好像来了。二姐，干嘛？告诉我，我是谁？臭弟弟，你是不是飘啊？扛揍啊！哎，蚊子。啊？我给你三姐所有资料，不过再说啊。切，那可是最爱我的三姐。切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真累了。在你大姐面前，多能说几句好话呗。你在逗我吗？那可是我最敬爱的大姐，这还不够吗？哇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要我姐姐的气息啊？哎，丸子给你，你干嘛呀？那个，你二姐会喜欢我这种类型吗？我说小周周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，会喜欢我二姐？你这个小身板也不太结实呀。三姐、大姐、二姐，有没有人呢？哎，三姐。不多不多，都是人家送的。小潘，你是不是又买我们资料了？大姐，这怎么能叫卖呢？给人家二姐的资料我就分给你了。臭弟弟！哎，二姐你干嘛呢？吓我一跳！凭什么我的兴趣不值钱啊？二姐，你的也不是不值钱，但我总要送一个给人家不？送一个给人家不？不然下次人家还怎么要我？面对疾风吧！我的苹果！被大姐嫌弃的日常。Oh no, 天天看电视好无聊。大姐，给我来盒红提。难听了，这个地方自己不知道啥。谢谢大姐。大姐，给我拿一包薯片。三姐怎么也这么懒？少吃点，容易发胖。大姐，够吗？吃，连这都吃，我是个宝马。还不快点吃，才知道那怎么保护？
大姐，这暖水宝真丑。哪里丑了？明明很可爱，好吗？切，幼稚。乖乖躺好，别乱动啊，着凉了。三姐，你也太幼稚了吧，还跟娃娃说话，他们听得很怪。别哭别哭，床上对你睡哈。二姐，你看啥？我们的爱心，这给你。花，谁是班花？啊，二姐小名叫班花，班花，又是母花叫班花，是这个吗？班花，班花，大姐叫你。没什么，我说这个班花，赶紧快一点。哎，大姐你在找什么？不行，大姐，这是我给二姐的，啊、不跟你说，我找二姐去。啊，三姐。弟弟，你想给我，我刚好渴了。不行，这是我给二姐来的。二姐，来、啊，再最后一瓶牛奶给你喝，你看，我都帮你打开了。对啊，你赶紧呀、啊，赶紧喝，别磨，就帮你打开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完犊子了，过期了。